5月23日，宅男女神郭书瑶瑶瑶、台湾盲人钢琴家黄玉祥参加某活动，一向以傲人双峰夺眼球的瑶瑶，已是连衣裙遮得密不透风，收起好身材，大谈电影梦。瑶瑶黄玉祥在《稚气逆光飞翔》中首次触电，电影经历对于两人来说都是相当的难忘。郭书瑶也呼吁大家勇于追求自己的电影梦。瑶瑶了。其实我觉得电影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就是蛮广的，就是除了大家看到的演员之外，幕后还有很多的工作。那我希望可以借由今天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其实幕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多多勇于尝试。然后如果大家是有电影梦，我觉得就应该要勇敢去追，不管你是想要当演员还是想要做幕后都可以尝试。